很多人都说赵露思最好看的造型是陈芊芊，陈芊芊给我的感觉就是这剧组不太有钱，衣服有点网红风。说实话，明显乐嫣和陈少商的造型更好，陈芊芊火的是时髦度，这造型对了粉圈的胃口，但再过几年就不吃香了，长尾的还是落地古装。有网友说赵丽颖主演的《风吹半夏》根本就是玛丽苏文学，大波季觉得好像也不是吧，我看怎么只有小陈和童潇琪，其他的都是利益，包括赵磊刚开始也是因为利益啊，看剧就明白了，真的不是玛丽苏，大家都是先关注自己的利益，有钱赚才肯帮忙，没有一次是莫名其妙的出手的。《风吹半夏》豆瓣开分 8.4， 初始是13万人打分，现在看的时候已经快17万人了，五星四星占比80%以上，还是很值得一看的。近日袁姗姗放出一套秋日私语以及粉嫩美图，纯净温暖快乐，下面朋友们和大波期一起来欣赏吧。